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Good morn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那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以耶利米书开始今天的敬拜。Let's ready our hearts. 耶利米书 Jeremiah 17:14这样讲。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为你是我所赞美的。God, please be with us because we praise you. 我要向你，向耶和华来歌唱，来赞美，因为他配得一切的荣耀。Amen. We will sing and praise you. Amen. Hallelujah. 当我们赞美升起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在这里。So when we worship, God's presence is with us. Hallelujah. 让我们将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谢谢。All right, 好，那我们就开始一起敬拜吧。我刚在台下等候神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感动，就我觉得神说，就是他，我觉得他很喜悦，真的，他的孩子们一起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 ，just like a family。我刚刚就是领受，特别领受，就是一个 family 在我的里面。It's like a God, that's God's heart. God like his children come before him and just worship together and sing the glory to him like a family. All right, okay, let's sing. Hallelujah.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同样的一位神，你是何等的荣耀，主啊，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在你的殿里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恳切地向你呼求，主啊，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圣殿里面，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荣耀当中认识你，主啊，在你的光中我们要见到你，主啊，在你的光中我们立得见光，我们欢迎你的造访，再一次彰显你荣耀，神灵运行，你国度降临，掌权在这地，打开天堂的门，降下你的荣耀，圣洁光照耀，你能力彰显，打开我的眼睛，看见你的
这是属于你的教会，主啊，我们全心和全人都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你完全全心全人的来充满，主啊，主啊，主啊，求你再次的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洁净我们，主啊，使我们可以成为你和你心意的居所，主啊，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是你的，你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主啊，为的是要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要从这个世界，主啊，被你拯救出来，主啊，使我们能够完全完全的被你所得着。何塞纳归于荣耀神，主啊，何塞纳，我们欢迎你，何塞纳，我们欢迎你。荣耀的君王，我们欢迎你。Glorious God, we welcome you. 奇妙是你所在之处，我心静紧紧跟
祷告，主啊，我们就是一生一世都要来紧紧的跟随你。主啊，在 Be with you. There is no one on the heaven or in the earth will be better than you, Lord. There is none besides you, God. And we worship you. We love you. You're a good God. You're worthy of our praise. 主啊，你是一位好神，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爱来充满我们。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ce. In the name of Jesus, we pray. Amen. Hello,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在线上一起来聚会。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暂时关闭了实体聚会两周，请弟兄姐妹要静候我们的消息。如果您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线上聚会的朋友，非常的欢迎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Facebook 或是与我们来联系。教会的奉献方式如下，支票抬头请写 PICC 并邮寄到教会信箱。如果您有 Memo 账号，也请您可以用 Memo 的方式来奉献，请输入教会的代码，并输入奉献的金额。请记得哦，注册姓名需要与报税的名字相符，以方便同工年底作业。以上就是我们的奉献报告，我们一起来为奉献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 Passion 灵粮堂。主啊，虽然疫情的缘故，我们暂时不能够实体聚会，但是主啊，我们仍然感恩，仍然感谢，因为你供应我们的生活，供应我们的需要。主啊，你让我们的教会是丰厚有余的。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聚集，赐福我们在线上的聚会。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 Passion News。又到了 Passion News 的时间，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周家中发生了哪些大小事。1月28号周五晚上，我们有联合线上小组聚会，有特别讲员在我们当中。在1月29号周六早上，我们有线上大同工会，请同工预留时间参加。在周六下午1点到3点有线上牧师室及执事会议。在周五及周六的聚会中，我们有幸请到阮若和传道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一同分享领受突破性恩膏以及聆听神声音这两个主题，相信弟兄姐妹会有很大的得着。最后提醒弟兄姐妹，教会因为疫情的关系会暂时关闭两周哦，开放的时间教会再另行通知。以上就是本周的 Passion News， 我们下周见。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今天呢，我们要从耶利米书一章一节4到9节来用今天的当今天的经文，我就念啊，请大家跟着在线上跟着，谢谢。Jeremiah 1. The words of Jeremiah, son of Hilkiah, one of the priests at Anatoth in the territory of Benjamin. 第四节。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Before I formed you, in the womb I knew you. Before you were born, I set you apart. I appointed you as a prophet to the nations. 第六节。Alas, sovereign Lord, I said, I do not know how to speak. I am too young. 第七节。But the Lord said to me, Do not say, I am too young. You must go to everyone I send you to and say whatever I command you. Do not be afraid of them, for I am with you and will rescue you, declares the Lord. 第九节 Then the Lord reached out his hand and touched my mouth and said to me, I have put my words in your mouth. Let's pray.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个珍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心今天是打开的，我们是可以接受圣灵你给我们的带领，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
在奇恩传道这个第一次主日讲道中，他问我们，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所以你预备要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吗？在他的今年的第二次讲道中，他谈到了亚当跟夏娃，我们看到上帝如何直接对他们说话。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如何被神呼召来服侍上帝。耶利米常称为是这个哭切的 weeping prophet， 他是常常在哭泪的，因为他为上帝的子民常常来哭。他服侍了上帝大概十几年，他是一位重要的先知。当巴比伦占领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人就在场，他在那边把神的话语都来宣告给大家听。他预言的一切后来都成了。不幸的是，当这些权者大不同意他的预言的时候，他经常受到虐待。耶利米被投入到监牢里面去，他也被扔到水池里面，在那边等死。Good thing， 那些有对他有这些有慈悲的人就把他救出来了。可是耶利米很忠心的来完成，来做神给他做的事情。最后，上帝的子民，他们耶路撒冷被巴比伦这些 conquer 了以后，上帝的子民这些犹太人，他们就决定去埃及了。最后耶利米也跟着这些人去埃及，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可是他就觉得他应该来服侍神的子民，这是他的呼召，所以最后他也跟大家一起去埃及了。就像我当说的，今天的经文是关于耶利米的呼召。从今天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是一个边亚门的境内的祭司。 He's from the tribe of Benjamin。 一开始上帝我们说了一些我们现在应该是很熟悉的话。 Before I formed you in the womb, I knew you. Before you were born, I set you apart. I appointed you as a prophet to the nations. 上帝在告诉耶利米，你在出生之前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即使你还在你的母亲的那个体内里面的当婴儿之前，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神也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事实上，我已经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了。我会派你到列国去传讲告诉你的话。So God is going to send him to the nations to have him speak to them.耶利米书说没有说明耶利米是怎么知道神是向他说话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神的话临到了耶利米。然后从耶利米的回答当中，我们也知道耶利米完全明白神要他做什么事情。但耶利米可能非常害怕这个任务，因为这是个巨大的任务，要他去万国那边去跟大家讲神要他说的话。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借口，不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事实上，他可能认为他的借口是很聪明的，因为他说 "Alas"， 就是中文就是"我就说 ，right"。让我们看看这个对话是如何发生的。耶利米首先称上帝为主耶和华，他以尊敬和荣耀的态度，礼貌的回应上帝。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实在是太年轻了。他用这个他自己太年轻来逃避神希望他做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这几乎是我们任何人在面对我们并不想真正做的事情的时候，都会有这样可能同样的反应。我们首先会去认定这个请求是什么，然后给出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的一些原因。如果我们不想做一些合乎这些的这个逻辑跟和逻辑的这个理由 ，right？ 如果我们想不出一些逻辑的那个 logical reason， 我们就会想出一些 not logical 的 reason 来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开始如自己玩这种的这些游戏。
和这做出一些各种的这些假设来想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做。神的敌人也会玩这个游戏的。上周我们看到了蛇是怎么样欺骗夏娃来吃这个好看的水果。三章一节，这个在创世纪。Did God really say you must not eat from any tree in the garden? 女人对蛇就说原子树上的果子我们什么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就眼睛明亮了，你们如神能知道善恶。女人和蛇在争吵当中在 debate 当中，最后女人为屈服自己的肉体陷入了这个陷阱。于是这个女子夏娃就拿这个树上的果子当做食物，因为这个食物是看起来是很好看的，看起来是很好吃的。 So she saw that the food was pleasing and would allow her to gain wisdom.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对这个很熟悉这个过程。可是他们两个就是夏娃，就是虽然他知道他不该做，可是他后来想说怎么样可以来做这件事情，虽然他知道说这是一个错的事情。在过去两周的这个投影片的片尾，这个启恩传道为我们预备的，他说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所以你预备要学习听主的声音吗？第二，您我可以听懂神的话。这两篇都告诉我们，我们能听神的声音，明白神的话。我同意这个两个说法，可是呢，我认为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明白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可是我们不一定会去做。比如说我们在加油站，我们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垃圾桶那边捡东西，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觉得神希望我们做什么呢？或是在同样的加油站，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心烦意乱的一个人在我们面前，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买这个汽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以某些方式帮这些人，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跟随内心的这个 inspiration， 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就假装没有看到，我们就 go about our business， right？ 当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出一些不很合适的一些借口，可是他们还是当我们的借口。 I don't know about you， right？ But that's how I often feel。 在这个新闻当中，这些报告当中，我们常常会读到这些 pay it forward 这些故事，中文是说爱心与智的故事， right？ 一个人因为他善良好心，决定帮助另外一些人做一些好事情，希望他们可以为更多别人来做好的事情。一个很常见的故事就是在这种 drive through 这些fast food 的 drive through 里面，前面的车他买了东西，他正在付钱，他就想说我为后面的车的人来帮他们也付钱，然后后面的车到前面了以后该付钱，他说哇，这个前面的人已经帮我付了，那我也帮后面的人来付钱。因为这样有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好心一直传给更多人，那这样更多人就会把他这些好心再传给更多的人，这样就一直传下去， right？ So that's 这个就是这个 basic idea。Thankfully， 这个幸好的是在我们现在很多负面的这些新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些让我们觉得比较看到比较喜乐的， right？ 看到这些感觉良好的一些故事。我总是对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有点 you know 有一点surprise， not surprise， just a little bit kind of wish I was there， right？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会让我经历这样的一种事情，让我可以以这个爱心预知的这个 opportunity 来 do something。 我最近我发现我自己有这种的机会，可是我只能说我完完全全失败了，我完完全全失败了。前几个礼拜我在 Costco 的这个美食广场在那排队买这个 pizza，right？美食广场是他们卖热狗啊、卖披萨啊、卖那些东西的地方。
我在等的这个 line、走得非常慢，因为有一些人，所以我就在那边等，然后一面等的时候，我就在一面看我的电话。然后每次我发现前面的人走前面一步的时候，我就没有抬头，我就还是看着我的电话往前走一步。然后就这样就、走了一阵子，最后我发现到我们好像已经一阵子没有再走了，我就抬起头看一下，我发现我已经快要到窗前面了。可是窗前面有一个这个女子，她正在那边、疯狂的在那边翻她的皮夹，她的皮包、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站在那边就是 stared at the whole situation， 我就在那边一直看着这个情况，可能我正在思想什么事情， just thinking。 我在回想看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是在等他找到他的钱，可是我在等的时候，我开始 分心，我开始在 在分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I started to analyze what kind of person this is。他并不穿得很俗华 ，right？ 然后我注意到他有一个这个昂贵的皮包，可是我也在想说，哎，这皮包会不会是假的？最后我注意到他还点了很多食物，因为那食物都已经放在窗前面了，等他付钱。我也在想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这样那种情况当中，那时间这样好像突然慢了下来，好像我们感觉我们有、这个 很永恒的时间去思想去看这些事情。 Like time really slows down, you're thinking about a lot of things. What would you do? 你会怎么样做呢？尴尬的是当这个 Costco 的这个算钱的人，他把他的私人的这个信用卡拿出来帮他刷了以后，我才把我从这个思想里面就是突然苏醒了。我当时就想说，喂，等一等，我才是应该帮助他的人，对不对？他的食物不会很多钱的，虽然是很多，可是也不一定不可能会很多钱的。我对自己没有这个更多的关注，非常的失望。 I was really disappointed at myself that I wasn't really paying more attention about the situation that I was in。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一些这个、借口开始跑到我的头脑里面去了，到海脑里面去了，有点像一个这个迫害的一个清单一样。我记得我看他是什么穿的 ，right？ 他有那个还有那个漂亮的一个钱包，我在想这个一定是个免费食物的一个骗局 ，right？ She must be trying to con the person to get more food。他一定是故意这样做的，所以他才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食物。哇，我发现我自己在想，我的思想越想越可怕 ，right？ Just the more I think about what I thought about, the more I thought out, it's horrible。我决定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了，也不再停留在这个情况当中。所以我点了我的 pizza， 我就坐下来开始吃了。当我在吃的时候，我注意到那个同样的女子，她在旁边的这个 counter 那边 condiment counter 那边、帮她的热狗拿一些这些 you know the mustard the ketchup 去拿那些，还有拿饮料那些调味料那些东西。她的食物很多，然后她用她的 you know both arms 来装拿这些东西。最后她拿完以后，她就往 presumably 她的车的方向去走了。我发现我自己还是在评估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对，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所以可是我就继续吃我的 pizza， right？ 我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又抬起头， 我看到的这个 you know the scene that I saw， 真的让我快要把我的 pizza 吐出来了。在那个同一位的女子，她在这个 Costco 的这个窗口前面正在等着，她正在站在这个排队的这个旁边的一边。他因为前面很多客人他们还没有结完账，很明显的是他在等这个帮他付钱的这个员工。很明显的是他这次回来是来、还帮他付钱的这个人。 To pay back the person who helped her, she came back to pay。 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我就在上帝的面前悔改，因为我 you know 错误的判断了这个另外一个神创造的一个人，You know, created in his image, right? 照他的形象来创造的。我真的感觉我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人。You know, 首先我意识到我没有来帮这个女子。这个本身并不是不好。
可是很糟糕的是，我并没有帮助他，而且我找到了一些，对不起，可是可怕的是，我找了一些借口，为什么我不需要来帮他？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有两件事情我想讲得很清楚，我并不是在说你们都一样在这个同样的情况下为那个人买单。我要说的是，我以前听过这个爱心与子的故事情况下，我认为如果上帝可以把我放在同样的情况当中，我希望我可以来帮助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是我没有，更糟糕的是，我不这样这么做，而且找了一些借口来保护我自己。我在我的借口当中找了庇护，我应该在善良、耐心还有这些爱心中找到这个庇护。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我们很难听到上帝的声音，或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的肉体常常渴望这些轻松的这些出路、right? 我们的肉体为我们找借口，我们以为自己的出路、这个辩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应该是听到神的话语，然后去跟着去做。另一个例子，我们有的时候知道说星期六有一些人需要我们的帮忙，可是对这些上班族的来说，星期六是我们办事情的日子，我们不想在星期六再做其他的事情。但在这个内心的深处，我们知道我们、会找一些借口，为什么我们不能帮助别人，这让我们的肉体大于我们知道上帝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So the point is, sometimes we know what we're supposed to do. On Saturdays, maybe we can help people. 可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事情 prioritize 在第一，所以我们找一些借口说，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帮别人？可是呢，让我们回到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回答神他太年轻的时候，上帝是如何回应呢？一章七节，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解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安慰耶利米，而且并鼓励他。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不是只是鼓励耶利米，他还给耶利米一些对列国说的话。上帝使耶利米能够完成上帝希望他做的事情，希望他做的任务。这个是圣经中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概念。当上帝告诉某些人要他做他的事情的时候，他会确保那个人有办法做到。所以，你最后一次觉得上帝向你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通过圣经来向你说话吗？还是通过你心中的这个灵感来说话吗？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最近我一直在跟年轻人讲这个 Logos 跟 Rhema 的这个概念，我很快的这个recap 一下。 Logos 呢，就是神的话语，也许这是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词。 Rhema 也是同样的话，但好像是上帝亲自对我们说的一样。我用这个考试作弊来解释 Rhema 是什么。可能有一些同学他们在考试的时候作弊了，然后被老师发现，老师就告诉全班说，同学们，我们知道当中有你们有一些人作弊了。对于这些没有作弊的人来说，他们知道这些话不是对他们所说的，他们只是听见而已。可是对这些作弊的人来说，老师说的每一句话对他们都是很有意义的，就好像老师亲自在对这些作弊的考试的人在这边说话一样。 Rhema 就是同样的，当我们念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神亲自在向我们说话一样。
当我们读经或是每天灵修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同样的感觉呢？有的时候我们认为上帝会在对我们说话，但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不是很确定。我们告诉上帝说，哦，主啊，求你再给我一个确认。再次确认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很不喜欢神要我们走的这个方向，要我们走的这个 direction。所以我们再求神给我们一次印证。当我们完成下一次这个确认的时候，这个思考的时候，起初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早已经消失了。It's already gone. The original inspiration is already gone because we keep reasoning with ourselves. 最初这个欢呼，这个兴奋已经像风一样就消失了。我们结论 ,we conclude,当初的这个感动并不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如何会这个错过神给我们这个呼召的原因。我最近呢在看一个宣教师在一个讲道，在他讲道的时候，他要求听众请留在他们的座位上，不要起来走动。他说就是Stay there and don't get up and walk around. 他很担心这些走动的人会让人家在听的人来分心，会让这些人错过圣灵的这些启示。这位传道人的这个 reasoning, 他这个 logic 是说，圣灵是很温柔的，圣灵不会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强迫在我们身上。The Holy Spirit does not and will not impose himself upon us. 所以如果这些听众这些在仔细在听的话，然后他们会可能会感受到圣灵的这个启示，可是这些人在他旁边走动的时候，很容易就把他就是 distract the person, 他就突然就可能会被就忘记他神给他的感动是什么呢？有点像就在我们在这个坐飞机去 international flight 一样，国际的飞机，我们在飞机上，我们在那边看电影，我们坐在椅子上看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电影，可能很 exciting 的电影，可能他开始要讲说最后是谁是 you know what the hope you know 谁是杀手 right we don't know who so we're watching this movie we're really interested 这个已经这个事情快要显现给我们看了，突然呢我们发现我们旁边的人站起来了，他想做什么吗？他想跨过我们这边去洗手间。当那个人走过了以后，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刚刚看的电影看到哪里了？我已经忘记刚刚我们看到什么了。我们 No, what were they showing? What were they, what was the movie all about? 所以这些片剧和这些导演精心打造的一切全部都没有了。这个会不会让我们很不高兴？我们一定会很不高兴的。我们看了这么久，好不容易看到最精彩的地方，结果被人家 interrupt 了以后，我们完全就忘记之前看了什么东西。那个 impact is already gone， 这个影响力完全就没有了。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很专心专注神的时候，我们开始focus on God 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解释，在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可能很专心的敬拜神，我们眼睛可能闭着，我们可能在听这个敬拜主领的人在分享一些话语，或是说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在唱的诗歌里面，我们觉得神用那些诗歌来向我们说话。在我们正在专心的敬拜的时候，我们在 focus on 神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在 you know tap our shoulder right。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过一下到我们可能下面的一个座位上面。我可能会想说，如果是敬拜者后，我可以想说，哎，我突然敬拜到哪里了？我已经不晓得我唱到哪里了。刚刚神是不是有向我说话？是不是有给我一些话语呢？这些可能全部都消灭掉了，圣灵的感动马上就消失了。所以我的重点是什么呢？我的重点是圣灵是温柔的。如果我们有一些分心，或是不想做一些任何事情，在挣扎不想做任何事情，圣灵不会强迫我们的，他会等到我们下一次预备好。
可是这就代表说我们已经又失去了一个跟随上帝的一个机会。当我在读 Logos 神的话的时候，然后这个话语变成 Rima 的时候，像神在向我说话的时候，我一定要顺服，至少我需要把这个经历写下来， right? I need to document it。 当我把它记下来的时候，我以后就不会再怀疑说当初神有没有给我这个话，然后我可以以这些其他以前记录下来的事情、当一个印证， right? We can use it to see as a trend。 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对神的信心就越来越、加强。当我们听到上帝给我们的指示的时候，我们需要顺服并接受他给我们的一个使命、这个 mission、right? 我用这个 mission， 这个 mission 我来当用这个词我来当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 mission trip， 这个宣教的这个之旅。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完成的一个任务， It's a task that we need to do。 所以当神给我们这个 mission 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顺服的去做。我鼓励你们不要像基甸一样，如果你想更了解基甸的故事，你可以去看四世纪六章三十六到四十节。可是很快的，上帝呼召基甸去与以色列的敌人去作战、right? 神呼召了他，可是基甸要求上帝给他一些、印证。当神给他的第一个印证了以后，他就向神求了第二个印证。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 you know 弱小的人。 He knows that he's from the tribe of Benjamin, the smallest tribe。 如果他要去攻击这些敌人的话，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daunting task。 这是一个很难一个做的事情， right? 因为他这个敌人的军队是比他更大好几倍。最后当基甸终于最后满意这些印证了以后，神也为他的预备他完成所需要做的任务的一切的预备，给他了一些给他人足够的人，给他足够的武器，而且给他足够的这些、strategies， 这些、预测， right? I think it's strategies。 基甸第一次听到上帝，但他坚持上帝给他更多的印证。当我们听到上帝对我们的指示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信心坚持到底，我们需要马上就去做。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更认识神，认识我们的上帝。当我们想出一些借口猜测的时候、猜测自己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成为、这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也永远没有办法确乏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当我们坚持到底的时候，我们会更认识上帝、who he is， 我们会更认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我们 you know, we made a mistake， 我们、领受错了，可能会发现一些、错误的事情，那我们就 you know, we failed， 我们就失败了。可是上帝会帮助我们从这些错误当中恢复过来。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的。所以呢，当我们来回顾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的这个呼召的这个故事。第一，我们看到神是如何了解我们所有的人。 He knows us， 他我们创被创造以前他就知道我们是谁了，所以呢他很了解我们。第二，我们也明白上帝会与我们沟通，也会来指导我们。 He will speak to us in his own way， He will communicate to us in his own way。 他可能会以话语来跟我们讲，可能用这些敬拜的诗歌、来向我们说话。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这个顺服 Let's obey、right? 然后坚持到底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第三，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他会使我们能够完成他的任务。 He will help us to accomplish his task。 希望今天的这个话也可以更鼓励大家，这些让大家可以觉得更认识神，怎么样来听从神的声音。感谢赞美主，阿们。谢谢 Pastor David 的分享，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从耶利米的故事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透过耶利米呼召他的故事来告诉我们你的心意。主啊，纵使我们会失败会软弱，但是主啊，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神。主啊，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不断的被你来恢复，不断的被你来提升。主啊，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属乎于你，我们就不惧怕，我们也不害怕来聆听你的声音。主啊，愿你的话语真的深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谢谢神赐福我们今天的崇拜，从头到尾满有基督，满有圣灵的充满。愿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与众位弟兄姐妹同在，特别在疫情期间与我们及我们的家人同在。愿神赐福每一位。谢谢神，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下周见咯，拜拜。